还好我下输。我的输出应该不是最低的。你还输绿茶？为了摸一下，哎，太贪了。还行啊，串得很好。串得很好，没有比时候低的。很好很好，你不要在哪里输就好。走吧走吧，哎、欸，真的，我觉得嘉文会直接直冲大师。走走走啊！哎、欸，绿茶，绿茶要爆屏，他爆屏了。哦，好吧，这什么啊？绿茶，摩奇，他断掉了吧？重开吧。喂，晚安，利恩。喂，有了，有声音了。绿茶，绿茶。哎呀，刚断掉。哦，我以为你人怎么了嘞？戴安娜现在打野是不是厉害？等一下，你加稳就好。戴安娜干嘛？怎么了？你不要有任何的想法。你只要一直拿加稳，我们就可以冲击大师。我打一场加十，输扣十八，哎，要不要想一下？我刚加21呢。真假的、啊？没有，我胜败差太多了、啊，没办法。刚刚呢？刚刚那把呢？刚那把，哎、欸，我刚刚那把加几分啊？真是。我忘记了，有这么高吗？21还20啊？我21啊，有吧？戴娜专精还活着吗？他昨天没有第一天上班啦，他今天好像才是第一天。他说昨天他表妹哦、喔，还有什么堂妹哦、喔，先给他1000块，让他去住旅馆休息一下，好好养精蓄锐。先去買我也快差不多了呢，余婉。是已经不是他妈没有准备吗？他要先自己先买是不是？为什么你又要变猫咪啊？你不喜欢猫哦？不喜欢。为什么？猫咪很奶。它很奶。那你很扛啊。对啊，扛啊！我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可以嗨，可以玩谁？但我不知道玩谁了呢。赵信，我顶的也可以。是不是刚刚那一团啊？啊？哎，马眼、啊，马眼又要下去了，马眼。那我继续了。李欣。嗯。好像不知道什么是凯莎哎、欸，我教他玩好了，手把手的。姑妈亚苏。